一个男人正在做每日任务，今天运气爆棚，刚一下网就要出货的节奏。男人一看，心里绝望道：“鱼之大，一船装不下呀！”看到这条可爱的小鱼，那就不得不提一下他的主人。本来是一个村子的雕像，不料一天来了的女人，二话不说对着雕像就是一顿乱敲。这下好了，雕像开始慢慢出现裂缝，随后大眼睛一闭，砰的一声就从石头里面蹦了出来。 另一边，一个电话亭凭空出现在海滩上。这么小的电话亭，居然还能塞下三个人？你猜三人出来第一件事情是干啥？没错，就是打水漂。不过这水漂跟我小时候玩的好像不太一样。三人玩的正嗨的时候，一阵惨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只见刚蹦出来的海螺正大肆的破坏着海滩，被他盯上的村民都一个个倒在了他的刀下。 打水漂的三人也是艺高人胆大，一个简简单单的陷阱就想抓住海魔，海魔随便一刀就劈开了陷阱，顺便还让兄弟开着拉风的帆船来接自己。看着吓呆的打漂三人组，海魔也难得理他们，轻轻一跳就到了船上。等船开远了以后，海魔对兄弟们说自己上了人类的当，变成了一座雕像，被封印了几百年。为了报仇，他决定放出自己的宠物小鱼，而第一个遭殃的就是做每日任务那个兄弟。